还是希望所有对我支持的人都能带来快乐，带来正能量嘛。因为对于我来说，做菜的话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，同时我也是一个比较热爱舞蹈的人，所以我就当时做的时候只是因为这样子。就是挂耳技巧是比较困难的，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呢，就是你自己的手臂力量能不能支撑，这也是一部分，所以这都是靠练出来的。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甩的时候，然后一个大哥他就想挑战，但是最后都没有成功。锅的那个温度，它虽然离开了，但是它的锅的温度是在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影响不会很大。因为平常我做菜的话也不经常那样，所以正常我对比了一下，效果也不是很差，也没有太多影响。其实我自己也想突破一下我自己，其实当最近的话我一直都在想，就是用双锅来炒菜，但是这个比较危险，所以一直也在考虑当中。